来看到其他的消息咯，看到即马即屏东县政府正不满即中央对着即绿色能源的政策反起反倒以外，即马伫屏东讲有闹民众啊要来过台电，伊讲伊一年外前响应讲即啊绿色能源的政策，伫树林的即厝尾顶装即太阳能板，啊这段时间有那送电倒转互台电，啊不过一直收袂着即卖电的钱，台电讲搁要改收即电路费，哦，互伊真正是气噗噗讲要去过台电。厝顶只有一块太阳能电板，每天会使产生的电已经超出客家一户的使用量。屏东县长谢民众一冬外前配合政府的政策，申请补助来到这座太阳能供电设施，就是希望会使将假的电卖转去给台电。就是到即卖已经回送5200外度，也是无办法甲台电签约卖电。一直拖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他也都没有讲说啊，要东西要怎么签？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当得利哦，当然告你呀、啊！哎、欸，我供给到你那么多电力。我一毛钱没有拿到，我当然要告你啊。张先生怀疑政府推行政策，让民众增更电设备，并且跟台电的线路连做伙，但伊实际要卖电的时阵，煞真侪阻挡，而且伊发电也未收到半仙钱，台电阁要向伊讨用线路的费用。用户自备发电设备，剩余的电力要由我们台电公司来准购的时候，那你利用到的线路如果未满3年的话，那我们要计收这个线路的10号工程费。台电澄清，线路费用不管有合约无，拢爱照规定来收。一冬以来，双方无签约，是因为中途发现有变更，爱重新再谈。但是对政府政策反起反落，张先生认为已经违反行政法。其实政府在当初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应该把它透明化。你讲出来的话就要算了嘛，这是一个信赖保护的问题，一个信赖是行政法上一个信赖原则的问题。你不能让老百姓说，哎呀，我今天信赖你政府一个施政政策，结果我花了那么多钱了，结果我吃亏。本身有法律头路背景的张先生嘛表示，民众也是屏东县政府发展正电的产业，拢受到阻挡，政府有真大的问题。如果台电甲能源局无办法解决，每年特别提过。记者王家川、蔡平豪，屏东报道。